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北有铁锅炖大鹅哈，南有大鹅炖铁锅。今天我们做个川味版的铁锅炖大鹅哈，开干。128买了一只九斤重的大鹅哈，今天的这个物产就靠它了哈。好乖哈，来米哥带你去洗温泉。来泡老婆，回家喽，喝水。来嘛，快。哎呦，好烫。啊，用锅铲来漂一下。哎呦！再去除内脏，再改成大头锅。阿公，点火了，要再开干。冷水下到鹅肉，半只盆啊，下到葱姜。料酒可以多在哪儿？晒开焯水，辅料准备有葱姜、小米呢，切成大颗颗。掰开桂皮香叶，大汤这个，再来点农家泡姜泡椒，剁碎。配菜准备有二荆条，再切点蒜苗。起锅前再放，拿出来清水洗干净，倒入菜籽油，再放点猪油调成混合油，六成油温下入大鹅，煸炒一下，炒出多余油脂，炒香油放入大蒜，炒料继续煸炒，再放入泡椒泡椒，豆瓣酱，再来点黄豆酱增加酱香味。再放入20颗花椒，再加入清水，放少量盐巴调味，鸡精，少量白糖，一点生抽，大火烧开，下火焖个小时，最后放入二荆条，蒜苗叶，要得了，起锅。蘸一份色香味美的铁锅炖大鹅送给大家，就这个铁锅炖鹅儿，我后几两瓶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， 来哟，我请，要得很个，上这个大鹅，大鹅，大鹅，铁锅炖，铁锅炖大鹅，我再下款喝点，哎呀，好久没喝哟，是我嘛，你吃中国的噻，我跟他吃鸭子一样啊，哎，如果我就吃的是要有劲道点啊，嗯。你家这只锅什么？咱都趴的不像样了。大锅还得铁锅炖啊！我喜欢吃锅，我不喜欢吃鸭子啊。我说味道也不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锅一般长好就长那种大。哦，起码有30个有。10个要就长九斤啊？哎。那我一般不吃鸭子。我有饲料锅就不同。嗯。你为什么不吃嘛？嗯，没有。嗯，我想吃个。一般买鸭子就容易买到那种饲料鸭哈，但是我一般不容易买的，基本都是农家的味的。你看三个五个，我四个八个农家就是饲料的。当然了，嗯。我那五个不两个，我就是肥的多。啊，肉多嘛。鸭子骨头多好多。而且叫香的多，鸭子哪儿弄好的肉？你看这肉好。我把这鹅那个分下。金金鹅头鸭脚板儿，晓得不？啊，金金鹅头的嘛，你是个下板儿，下板儿也没骨头的。比较算紧致型的。啊，鸭子算脑壳。我说就挨脑壳挨啊。鸭子算脚板儿，算骨髓了。啊。哎，我们咋子来吃这个金金鹅头鸭脚板儿哈？只鸭脑壳啊，不，只鹅脑壳。嗯。哦，这儿收到吗？嗯。